哇，这是新的挑战吗？从这里爬下来啊，你看那个妹妹她会爬上去耶，还带一个小 baby。对啊，因为两边都可以玩啊。哇，你看这个是不一样的爬山。我知道啊。小心哦，哈、哦。好，上去。那个妹妹在照顾她的小 baby。Go go！ 哇，经过了这个彩虹桥，可以再从这里爬下来吗？这个很难耶，这个。这个很难耶，妹妹那边可以溜滑梯啊。呼，哎呦，哇，很难耶。哦，爬下来了，你看他满头大汗的。喂，爸爸你扶好啊，不要。哇，怎么有一个小 baby 摔到地上了？那个小 baby 是光头哎，哇，这个球掉了，没有人的，啊，没关系呀，有人割到我这里了，可是会破皮，哦，要小心哦，哇，这个很高哇，你居然爬上去了耶，哎，要排队啊，人家再爬上去，你要等一下哦。哦，等一下，咦，那个姐姐要爬上去。你先让开，对。又没有人过去。哦，大家要啊，但是要不可以挤在一起啊！一，等一下。两个这样分开，你们两个在这里。哦，一个一个这样。我是海盗。你是海盗啊？赶快叫警察来抓走。警察。啊，你是警察，你要抓他了。赶快抓这个海盗！好，你抓到他了，你是警察，警察要抓海盗了。好，抓到他！哎哎哎，不可以这样哦！你要踢人家的话就不可以玩哦，这样会受伤哎，知道吗？好 ，Go！ 哇，他下去了。